九四九八幺，就是走不了。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郑振了。在今天，先不用，行了，不用，不用，我帮你说。在今天这个，我帮你说了，不是，我没说，没有。直播种地，你活干完了吗？你就没有，我就说两句。大家好，我是明明，啊，独在异乡为异客，每逢佳节我倍思亲啊。两情若是长久时，又岂在朝朝暮暮？不是，行了吧，赶紧出去。这啊，你回或者是不回，国王都在那里，对不对？啊，然后那个注意听了啊，我的情人呐，你心要是没变，我的情意就深。怎么的？初恋情人点的谁呢你？我啥有啥意思？听不明白吗？能听明白吗？那等会还叫明明，等会儿，那么点听不明白。完了，那我等会儿啊。国王陛下，他们这边就六七个人啊，不用跟他们讲什么外交手段了啊，你就派几个人，你想带谁回去你就带谁回去，好不好？带谁呀、啊？不知道。不知道。我看着你了啊，你快出来吧。干什么去？哎呀妈！你怎么还学我呢？怎么这么突然出来？你吓着我了！那你到底看没看着我呀？我就想炸一下，没真给你炸出来了。哎，不对呀，咋的？你在这屋干什么呢？你是不是偷东西呢？我没有啊，你看我嘴脸啊，啥也没有啊。那个啥，我这不整理东西呢吗？把空吃部落送来这么多东西，我做一下盘点。啊，为了方便以后偷是吧？你说什么玩意儿呢？我这是在这工作，人家送这么多东西，以后不得回礼吗？不对呀，咋的了？你不对呀，欢。我怎么不对了？你冷啊！我冷什么呀？不冷你穿这玩意儿干什么？什么玩意儿呢？哎，干什么呢？哎，什么玩意儿？这都不穿了？哎，你不穿玩意儿啊？啊，欢，连吃带拿是不是啊？啊，我没偷吗？怎么的呀？我跟你说，自从你在我们这儿，我们这储藏室里东西就没有够过。不是。这个你看，这个是无糖的，你们都不乐意吃。这个是给翘翘的，这个是膳食纤维，给我减肥的。你再说了，人家送来的东西不就是吃的吗？那这是什么玩意儿？哎呀，撒开，糖，哎，糖，撒开，我装的是不是盐呢？我演什么？你给我撒开，快点！哎，这什么玩意儿？你告诉我来，快点，你给我撒开。那、啊、这啥？啊，心虚了是不是？啊，你把猪肉棒子都别腰上了，你还心虚？你给我撒开！我心虚什么玩意儿？我心虚，你让我怎么回答呀？我说是，那就说明我偷吃了。我要说不是，我不就成猪肉贩子了吗？妈呀！妈，真是你肚子？那怎么你都吃成这样，你还吃呢？我刚才不说了吗？人家东西送过来了，不就是给咱们吃的吗？那吃能咋的呀？哎呀，现在这个情况你好像没弄明白啊。你看现在两边关系这么紧张，将来这个东西呀、啊。是要还的，你别老整那么吓人的。没听说送来东西还得往回拿的，即使翻脸了，那咱们再把同等的东西拿回去抵给人家不就完了吗？哎呀，这个事情的严重性啊，你好像没弄明白。今天广播你也听了吧？我跟你说啊，那个大臣呐，在我们这儿，他是有目的。我觉得不是你说的那样。再说了，有多挪这层关系，他也不能把咱们怎么地，别多想啊。我先走了，你看好了啊，你看好了，啊，什么都没拿啊，我走了。哎呀，是，你没拿，那咱那储藏室东西怎么都没了呢？